哥哥要到哪里去？谁是你哥哥？我回我家，不要挡路。哥哥还是不要回去为好。放开，放开！嘿，嘿，哥哥，你干什么？小弟就是在此等候哥哥的。哎。 你到底想要怎样？小弟昨夜杀了人，你杀了人，与我何干？是守旧在哥哥家的后门口。嗯，是谁被杀？昨夜三更，小弟听见一头陀叫佛，果然见那贼秃又到哥哥家的后门口，于是，小弟替哥哥宰了他。何以为证？小弟剥的那贼秃的衣物在此，哥哥可以亲自去问那妇人。哼哼。 你在我家门前杀了人，叫我去问谁？小弟我一心为了哥哥，眼见哥哥如此豪杰，却养了那么一个妇人，我于心不忍，我已替哥哥。你杀了他。小弟把他送到翠屏山，哥哥自己去问吧。 哥哥，你尽管问便是。哥哥若问的不是，就拿我去送官顶命，小弟绝无二话。你可认得这个？ 杀了我师兄！昨夜三更，我听见教佛叫的怪，就把那贼秃送到你的香桌底下见鬼去了。你这个天杀的，害我师兄！我问你，到底有无此事？又如何？若真有此事，我就速与哥哥领下奸夫。你杀了我吧，跟你的朋友去作伴。 跟你的刀枪，去睡觉吧。娘子，你若说没有此事，我就杀了他。哥哥，你怎么能为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妇人，丢了你我兄弟义气啊？啊，你算什么英雄豪杰？ 只恨我师兄瞎了眼。娘子，我只问，你与那如海和尚，到底有无此事？可怜我的师兄，问问他在替谁流泪。我问你，到底有无此事啊？ 师兄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你杀了我吧！你休得胡说！我嫁你两年了，还不如与师兄睡那两夜快活。呀！ 哥哥做得好！你我两条人命，有家难回，何处藏身？哥哥，小弟早就说过，水泊梁山招贤纳士，你我兄弟还愁没有安身之处吗？哥哥不是说有人保荐吗？正好你我弟兄同上梁山，与宋公明共聚大义。 替天行道，好吧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走。走，慢点。青天白日把人杀了，又要到梁山入伙，我在此听了多少？是。哥哥且慢，眼见裴和尚奸情的正是此人。你要怎样？除非哥哥带我一起上梁山，不然。
我就去告官。我哥哥武艺远近闻名，走到哪里都是一条好汉，你呢，只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也想上梁山。据说梁山好汉个个身怀绝技，我这登梁上柱的本事也是一绝，若不是那天我看见那贼秃以那淫妇私通，哪有今日同上梁山的缘分。哎，只顾说话，这里不是艺术酒店吧？哎，我们就在此歇了吧。好。哎，三位客官要住宿吗？啊，殿下，我等正腹中饥渴，快弄些酒肉来吃啊。啊，店里的肉卖完了，灶上有米面，自己动手做吧。好妇道。哎，你店里如何用的这般军器？看三位也是江湖上的人吧，怎么不知道我家主人是谁？谁是你家主人？祝龙、祝虎、祝彪三兄弟，人称祝氏三雄，就住上面独龙岗，方圆30里，都是祝家庄的地盘，有5000-7000人家，家家有刀枪，一呼百应。客官要没听说过，哼，那才是少见多怪呢。没有肉吃，如何下的饭呢？哥哥，哎，哥哥，这里有了。你这厮贼手贼脚的，本性难改。哥哥这般说，你别吃就是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好。啊！哎，啊！真香啊！哦，真香啊！哇哇！来，大哥吃。啊！大哥果然不吃偷来的东西啊！哎，来来来！哎呀！真香！哎，大哥有所不知。这买来的东西啊，它不如偷来的东西吃得香。你偷了我店里的爆小鸡。哎，我说店家，你怎么诬赖好人呢？店里没别人，这鸡分明是你偷的。嘿，嘿，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，你几时见我们偷你的鸡了？你有没有抓住我？哎，那我们家的鸡哪里去了？哎，啊，哎，野猫吃了，黄星子脱了，咬鹰扑了，哎，这个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啊，这不是鸡骨头吗？哎，谁家的鸡骨头都一样，你怎么知道这鸡骨头就是你家的？这鸡是我们自家带来的，啊？哎。一只鸡能值几个钱，赔你便是了，不要争吵。那是我店的鲍小鸡，打名儿少不得他，你赔我多少银子也不行，我就要活鸡。你这厮，我不赔你又当如何？哎，你们看清这是哪儿，休想在这里讨得便宜，我这店不同别处店，要把你们做梁山贼寇拿去送官。哼，好意赔你些银子，你倒要捉拿我们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梁山好汉呢？真是梁山好汉，你能拿得了我吗？啊，抓贼呀，抓贼呀，抓贼呀，抓，哎，抓贼呀，抓贼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抓贼呀、啊！哎呦！哎！抓！叫叫叫叫叫！叫啊！哎哎哎哎！快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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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杀过去！哎，哥哥，这条路，这条路没人，从这儿走，走。哥哥，小心！哎呀，兄弟当心！哎呀，哥哥救我！